Hello， 我是小松鼠。我心意很久都没有陪我玩了。只有那天有夹娃娃，然后再来就没有陪我玩了。我的尾巴有铃铛哦，很好听吧？它的尾巴会很好听，会铃铃铃铃铃的。我心意，你还记得他是谁吗？小老鼠吗？小松鼠啦。小松，我不是老鼠啦，真是太讨厌啦，怎么讲我是老鼠呢？这个小孩怎么这样呢？我玛丽欧就说我是小老鼠，他自己才是小老鼠呢。真是的。这是小兔子吗？不是小兔子啦。你很奇怪耶。我是小松鼠，我的尾巴会摇摇摇摇摇。那是大象呢？你是爸爸不啦？看我给你啵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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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啵。在这里。那刘心意，我今天可以跟你一起睡觉吗？那我等你，等接娃娃了。我等你接娃娃了。可是你很久没有跟我一起睡觉了耶。那个是国王耶。为什么你不喜欢跟我睡觉？这个可以转头。为什么你没有跟我一起睡觉？你看你都穿衣服，都穿小老虎，没有穿我小松鼠的，为什么这样？全难道都是因为妖怪惹的祸吗？你怎么倒着开车啊？怎么会变这样？他的只转头。他的头怎么转到后面去？这样很奇怪耶。这个什么屁股？脚太高了吧？拉直劈腿，学跆拳道，呵，呵。